欢迎来到新一集的爱玩日常，今天是也是一个爱吃日常。今天来介绍的是非凡火锅，我们有人拿工钱，他请我们吃。然后第一呢，其实它这是 unlimited 吃的，然后它是有分午餐跟晚餐时间的。这里是你要吃什么，你要喝什么汤，你这里点点了过后，这肉你可以选择你要什么选择，然后选了过后，等下他就会拿过来给你。它是你付的价钱呢，是 unlimited 的。这样拿 order 来了，拿两个。这个是他有的免费，不是晚免费，就是你还了一个人的钱，然后你就可以叫这些食物。总之是我们吃，我们不要浪费，能够叫多少就叫多少。然后酱料呢，等下你可以去后面那边的柜台，这里后面去拿，还有水也是可以在这边拿。然后也有 ice cream， 就是它像 buffet 样子的，你吃多少，你还那个价钱，你要吃多少都可以，它是很像 buffet 的火锅。然后今天这次我们就选了猪肚汤跟麻辣两个配起来吃。在这里有可以给你 ice cream 吃，你有两种口味吧，还有一个是餐的，然后有的喝水咯。然后酱料就真的很多，还有这些菜也是 unlimited 你可以拿，可是因为现在疫情关系，所以还有叫 one meter 的距离。毛的肉来了，可是它其实不是很大份啊，它是这样小小的一份，可是你可以一直 order 咯，蛮多，你也很多的，然后这边拿酱料。汤也来了，还有菜。其实午餐时间来吃比较便宜了，等下我再拍给你们看。好咯，就这样吃完了。好，今天也不知道到这边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它有分午餐跟晚餐，然后午餐是38.9块，如果普通天呐、啊，然后 weekend 的话就48块，餐价10块，晚餐就完全是一样，所以。意思讲周末的午餐跟晚餐价钱都是一样的。Bye.